作为洛杉矶本地知名的医美中心 Mosa Beauty 于日前全新升级开业，在原有基础上提供更丰富的项目、更舒适的环境和更优惠的价格。开业典礼当天，圣盖博士市长廖清和颁发贺状给老板白哥，圣盖博士市政府代表 Linda 沈也参与了剪彩活动。在 San Gabriel 地区这个地方我生活了7年，然后也很荣幸能够办一个 Medical Center 为大家服务，然后我们的宗旨就是为女人找回自信，所以我希望所有来过 Mosa Beauty 的人都开始重拾他们的自信。我们现在有 Cynosure 5D 是全世界最好的镭射，它可以除毛，然后还可以做 face lifting。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全洛杉矶只有我们一家有，是独特的先进的镭射。Mosa Beauty 多年来专注于美白祛痘、抗衰抗老、瘦身紧致等美容难题的综合解决方案，奉行一站式美丽的企业价值观，致力于解决不同年龄、不同肤质的各种保养问题。此次升级后，空间有所扩大，不仅保障了100%的隐私，更是提供了绝佳且专业的医美环境。Mosa Beauty 所有设备均采购于官方渠道，同时 Mosa Beauty 的专业团队均经过专业的严格训练，通过多次考核后方可上岗，并且定期邀请顶尖培训师到店复训，持续提升团队的专业度。我们提供的服务有大型的手术，也有小型的微整形，还有医疗美容的皮肤管理类项目，比如说大型的抽脂或者是植发，都是在大型的手术室里面完成。然后像小型的微整形，比如说打 Botox、 除皱针、瘦脸针、瘦腿针、瘦肩针，或者是打 filler， 比如说玻尿酸、 Versa， 还有很多其他一些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药品的牌子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完成手术。还未来 Mosa Beauty 将始终坚持着以医疗美学质量为核心，不断提升专业水平，不负客户的信赖，在专业服务的基础上持续为客户提供最新的医美信息，科学护肤常识，让大家轻松享受高效的护肤。凤凰卫视白逸晨洛杉矶报道。